它模仿人体的这种心绞过程当中的机械运动，它来回往复运动，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到全方位的包裹压力。现在男性精子的下降的数量非常严重，速度，所以现在医院里面大多数是采用一种手淫的办法，并且没有专门的场所和设备，给现场取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根据临床需求研发的这种全自动化的、非常人性化的精子采集。